遭到文刚棍，你来也不行。有西兄弟，文下平，你将我西崩。你七星三九零五秒，靠出一秒东西，随即变成高手对招。是敌所占破，我所占损，这一招，我和兄弟情谊。小鬼，先说无人敌招。修罗人生天宫的拼斗，真可悲！这一招，下下我跪去，是你逼我，万不得！将，这一招。守好你的性命，这是都是江都法的端贵王将，出不得人看不清，鸟留不住。今日无端起了大风，风林急响，落雨纷纷，虽仍有一番风情，就也令人心生一丝不祥。主兄，滚小平，吉凶未来神流掉，为了正是背叛身边最久的兄弟师兄，竟然了事，映入眼前的地庙多魂。十剑都色，十一魂小票，兄弟敬人。大哥，你何时认出凶手是谁？不，这种多魂前书未见，令我有感惊。此时我已查明，以为君小辟在天之灵。启禀主兄，天启族前来求见。是，看来今日不宜碎声，天启故事，请问我不留。行中风起，大起天安阁，我小有兵器，是为兵将，多谢。两位兄弟，文小平之死，众人皆知，此时断不能再有差池，望众兄弟小心为要。切勿即我心机，我先往天安阁求。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大哥为我忧虑。大哥所求谨慎，也许另有考量。此时此刻，难不用深究。为水还童，君小票死之前，站在休山时向我提醒注意分工我，并将我各的措施一同脱不了干系。一路行，你怀疑兄弟是被分工我所杀，这只是猜测，用事应情。不如咱以兄弟两位安放以休山时为由，因分工我出兵，由你就算，我在暗处等着。以红万里如何？可以。
君下票心亡，不敌是夫人下手，就是以其行所以，感情台至少对我用无二次礼物。嗯，原来此时不宜向感情台请求援兵，故何来此？想必是七凤侯既答应伊的，我寻七凤侯无果，却顺着另一契机，相情至此。吾兄弟此人值得信任吗？我相信吾之的确，的确骨髓最实用，也最是容易出现差错。我将他开出的条件来看，要他比你七凤侯有关，最少我也会五人。虽天气对此人仅有五分八，但一点事之事不能再有拖延，也只能一道路。既然你愿多此一回，那我便将阴气告你。我也给一回文胸修掉，为一条是刻进伯兄弟新婚，多谢兄长，各下带着，天气不气难忘，刚好是本就是好兄好兄，又尽了报答，希望以后你行走刚好时，想为我留意一名投敌高头名姑，使用修个多的多少老高老高。嗯，我会多加留意，贵公滚下票心梦，请这来顺便我先顾西路笑。三虎之将军，我要改一回伯母东红路。